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，你可以用到这个。使用道具，现在立刻马上。范丞丞，不带一刻停缓的那种。范丞丞，使点劲儿。大勋，你看我这个。来了，人家拿了。哎，真的吗？不是，干嘛啊？都给我用啊！ 锤子，你倒给谁用？可以三个，到底都用你一个人身上吗？我只想让魏大勋一个人感受这痛苦的感觉。到底拉了什么样的仇恨？好，准备 ，Round One。 我真不收礼，我真不收礼。小姐姐，你太狠了！真的假的？我感觉他们捏的不重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他们捏的不重。你们不要小看我们三大金刚的实力啊！一个，一个，我感觉他们在练舞蹈。 快快快！要完事儿，要完事儿！快，你快点！吴建旭那边快点！我受不了这痛苦了，快点啊！不行，别摁劲儿！